你是不是这个学校老师？是啊。我问你是不是这个学校的老师？是吧？那就对了。哎，老大，我也是刚刚新来的，如果以前有什么做不对的地方，你不要怪我啊。那更好了。啊。我不太会打领带，请你帮帮忙吧。啊，打领带是吧？是的。谢谢啊。我也是新来的老师。啊？你没走错地方吧？没有啊，我不像吗？像，像。是政府派我们来的。哦。我们是政府协助黑社会自首人士重新投入社会职业辅导计划。哦。第一批的人马。哦、现在啊，我跟你都是属于穿鞋的。哦，是。请问你叫哪一科？你看我这样的人才，就知道我是专门负责修理，不是，是物理。哦哦。我绝对不能容忍一只蚊子在我的视线范围之内，也就是说，我绝对不能够容忍一个害群之马的学生在我的学校里。两位既然加入我的学校教师行列，就有责任帮我搞好学校的纪律。没问题啊，校长。如果有哪个学生敢不听教不听话的，我就把他抓回来痛扁，接着就整他，然后来个大锅炒，对不对，侯老师？我们盛玉强中学绝对没有一个害群之马的学生，而全部都是害群之马的学生。我们是乐色学生大集合，全部来学生都在这里。有两个新老师来了，这回有的玩了，大家准备作战。好，快点，天气这么好还带伞，没带伞啊？这把伞是学生跟学校的桥梁。怎么说？啊？哇！如果连伞都没有，又怎么可以过河渡江呢？找到天井要撑伞，走两步要摆右，哎，走前三步跳一跳，哇！接着就要说。校长，为什么要说要说一声？分精神，特别是一个叫 A 子的学生。他犯过很多次错，有没有搞错？再犯一次，我们就可以马上把他开除。等一下点名的时候，你要特别注意他。是，迟到半步就可以把他开除。还没看见？我们收到消息，他要再迟到，校长就要开除他，我们就打死人难看。欢迎新老师，好不好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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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！哎，你就是 Alex。是啊，大家都叫我 Alex。好，今天是我第一天到这里来上课，我的名字叫做侯瑞谦。你们看见我满脸笑容，其实你们被我的外表欺骗了。我这个人的本质是非常的凶残的，如果有谁敢在教室里胡搞瞎搞，我就一直把他扔出去。我要他单脚顶着椅子，背着桌子，一个人站在窗户外面，一直站到下午放学为止，绝对不会心软，明白了没有？只有胆子单独玩我，就等于集体自杀，明白了没有？希望没有吓到大家。现在上中国文学课，今天讲的呢是《出师表》，《出师表》的作者呢是诸葛亮，又名孔明，所以呢又叫做诸葛孔明了。哇，这么说话，刚才还好好的。校长，校长啊！
不见了，是不是钱包？每个新来的老师都会被学生偷的了，你厕所第三格，这没有。不是，我不是钱包，又有电钢，我不进来怎么办？学生啊，快来呀、啊！你不是说全班学生都走光了吗？哎，你刚刚明明不在这里的，你老实点啊！你告诉校长，快说！哎，你不要吵！哎，你说，快站起来说啊！刚才黄老师在黑板写了些东西就出去了。男的约了燕子妹 ，Tuesday 找徐冰淇，星期三脱衣服，星期四摸大腿 ，Friday 去了梅瑞家，星期六没性欲，三里搞聊自足。哎，黄老师你什么解释？不光内容我怪，上中文课怎么可以教英文呢？下午不要再犯了。哎，侯老师别慌，我们还在这里。刚才你们全部跑哪去了？侯老师，如果我们以后可以和平共处的话，我们就不会逃学或失踪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可以学吗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，我们 A 班三天之内不会整你，但是 BCDF 这几班龙潭虎穴我们帮不了你。龙潭虎穴。